吃现在，我要吃化妆，拜拜。噔噔，化好妆了。
好，现在简单，现在开始一到来，让我们一起笑出来。哇哦哦哦哦哦哦哦我刚刚在舞台上面表演结束捡到的运气，一只捡好的纸。我们刚刚团团圆不是在台上跟四个什么剪纸啊、绘画之类的大师合作的舞台嘛？然后有一个剪纸的大师，他最后下场的时候，这一只小老鼠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于是就被我捡到了。我想还给他，但是道具大师走得太快，没追上。这也是缘分。